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从古至今，大自然就以其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吸引着人类，我们对它既敬畏又好奇，探索并征服大自然，这也是人们一直以来的向往。的确，别的咱暂且不说，就说植物吧，真的是不计其数，千奇百怪。这其中不乏有一些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，比如很危险的。今天就将带大家去见识一种，它的名字就很有震慑力，炸弹树。这应该算是全球最牛的树了吧？听说其果实爆炸时的威力巨大，可与手雷相比，而且枝叶还能当汽油用。一起来看看吧。这种树生长在南美的亚马逊流域，其果实外表普通，大小和西瓜差不多，但果皮相当厚，里面的瓤也不能吃。当它成熟后，表皮会裂开，但裂开方式很彪悍，就像炸弹爆炸一样，而且威力和破坏力还不小。果皮炸飞，如果碰到周围的人或物，相信一定损失惨重。可不嘛，它的威力可是和小型手雷有的一拼的，而且破坏范围可达20米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当地人们对这种树可谓是唯恐避之不及，能躲多远躲多远。当然，这种树还是有其优点的，比如当树干成熟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产生丰富的枝叶，这些枝叶由于含有大量可燃化合物，所以用作燃料就很给力了。因此当地人会在时机成熟之后小心靠近，然后接成这种枝叶加以利用。当然，这只是当地居民的援助利用方式，如果加以科学改造，这些枝叶就会变身汽油，身价会高很多。怎么样，了解完如此强悍的炸弹树，有没有被神奇的大自然深深的折服呢？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源自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